如风说梦话，八卦天天看。一，表弟不再回应任何节奏。李水雪山最近一周的各种专场、各种爆料，让雪山主播们的直播内容变得乱七八糟，活生生将梦幻西游完成了专场西游。雪山第一主播表弟表示，未来不会再回应任何专场和节奏，他只要做好游戏直播内容就好了，毕竟观众归根到底喜欢的是梦幻西游这款游戏。二，新出120无级别放下鞋。新出一双120级的无级别放下鞋子，放下特技对于 X9 各个等级来说都是必备的小特技，这双鞋子卖个几十万应该很轻松，并且也会很畅销。三，120专用无级别悲剧。一位129级的大唐官府玩家在鉴定120斧子时直接点下专用选项，没想到炸出了无级别特效，号主心态当场就崩溃了。四，100无级别效力环圈出炉。狗托玩家炸出了一把100级的无级别环圈，同时附带了效力藏刀特技，耐力加了25点。兄弟们，你们觉得这把武器能卖上什么样的价格？五，新出140无级别地势无双鞋。新出一双140级的无级别鞋子，附加特技地势无双，不过这个特技在如果的 PK 当中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